你们基地还建了篮球馆啊？是啊，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来。你在德国的时候压力很大。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有压力才有动力，只要把心态调整好，自己转换过来就好了。回头吗？当然。我教你，来。瞬间都耀眼，疯狂的跑，拼命的找，找场两手的交接，那一刻眼眶红了眼，是因为你还在我身边。What's plata? Twin fish salad. Lebkuchen. Pommes. Oh, 那个白皮看着好好喝的样子哦。要不再加个黑皮？ Noch ein weißes Bier? Und ein schwarzes Bier. Okay, Moment mal. 这里人生地不熟，耍酒疯，没人认识你。怎么说的？我跟个酒鬼似的。亲身经历啊。你累了吧？多喝点水。感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。Gerne。我发现运动还挺解压的，我的脑子里现在有很多想法，但是也有好多担忧。后悔创业了？我后悔。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慢慢来。我不会因为你的脚步慢就砍掉行程。尝一下这个沙拉，特别好吃。不对，投资人不是最在意的就是回报吗？你该不会是看不上我跟星辰吧？我不在意你的脚步慢，是因为创业跟人生其实很像，都各有时序。你不需要去追赶别人和别的企业，走好自己的路，该来的花期总会来的。酒不会喝，倒是挺会熬鸡汤。
慢点喝，别喝多了。不会的，人在高兴的时候是不会喝醉的。所以你今天很高兴？店的音乐太好听了，德语，很性感。是好听。你不能喝酒，太遗憾了。小心点。没事儿，这两瓶啤酒不至于。Hey, guten Abend, ich wünsche. 哎，韩婷，你在德国这些年有跟这边的女孩在一起过吗？有没有啊？没有。真的？你长成这样。哪样？我在德国要学语言，要上课，还要忙着创业，哪有那么多心思？哪像你，生活多姿多彩，工作恋爱两不误。我怎么觉得你在内涵我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只会内涵你的人吗？也不是。那我是怎么样的人？Oh,